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吸铁丝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的实用的，它的用途非常的广泛，使用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方便的。但如何将这样的一个吸铁丝，将多个节点能快速方便的恢复如初吗？接下来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好方法。首先，我们找来一根比较结实一点的铁棍或者是圆柱物体，将铁丝套在上方，左右这么两手拿着摩擦，吸铁丝会瞬间将节点打开，大家请看，快速恢复如初。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，实用性强，大家请看，已经恢复如初了。刚磨完的铁丝，注意一点，它非常的烫，避免皮肤直接接触。